当地时间2月19日，据媒体报道 ，Lady Gaga 发言人证实 ，Lady Gaga 确认已经和福克里斯蒂安·卡里诺取消婚约，恢复单身。Gaga 在上周格莱美颁奖礼上没有戴婚戒，获奖感言未提及未婚夫，引发两人分手猜测。据悉，两人于2017年2月去看了 Kings of Leon 演唱会，而被曝光恋情。2018年10月确认订婚，可惜婚约仅维持了4个月左右便结束。祝各自安好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